的美容店，它是打算卖到1万多一瓶。我就觉得一他万不但多，人是很漂亮，但他的心是黑的。1万多一瓶。那今天你像你这种是六盒，它就是六个 W 是喽，那些，对，所六以万价多嘛，你觉了。得我能让他留一单吗？我一不可单都能不给能他，给他卖价呗。知道吗？而且我再跟你说下价嘛，这个东西说实话啊，它确实是对很多人特别管用，就是说你整天觉得有颈什么椎啊，做什么骨不得劲啊，蹲不下去起不来的，知道吗？手啊脚啊抬不起来的，腿脚难受的，这甚至出现就是感觉身体麻麻的，好像有千万只蚂蚁在咬你一样的，这个你去涂一涂感受一下，它是真的好。而且它这个东西我还听说它确实对接了好多的美容院，那个阿伟，你可以了解一下您当地的很多高端美容院，它应该都去对接了，包括香港这边的，它也联系了好几个。但是，他联系的这些人呢，我都能让他，我把他给阻断，他不可能弄进去的，走进去的。他现在今人天出去我了，都不说了，他来就这这样样子子了。了，联系他的人去了。对，所以你叫这王姨死了这条心。来，今天我什么都不说了，这里来给我提了有多少个？看一下，我看一几下，单？15单一吗？共就有15单，他们有没有人？还能不能是他们收？的人拍了一下。不是我阿伟，因为他不是说一下拍几单，他拍了1单2单，我这很难去筛查的。我先不说其他的姐姐们，来，今天我什么都不说了，来，今天所有在座直播间姐姐们，我什么都不说了，姐姐们，来，今天所有姐姐们听明白了，拍到了姐姐们。我再去给你们准备个大惊喜，当做是我的一片心意。我感谢你们陪着我弟弟，支持我弟弟。其实这么多天来，我知道你们都很为难，我也知道你们都操心着我弟弟。今天所有抢到的助理，给我准备一个大惊喜啊！马上来，3秒钟，我直接上车，3、2、1，上车！算好了，来，家人们，上车了。上车了，家人们，下方你们先去拍，不讲其他的，好不好？人你们手先一去拍。单，一人去抢一单，家人们，今天晚上咱们一单也不要给他，支持二伟的所有家人们啊！我相信这个每个人都是需要用得上的，但是呢，一方面也帮助了二伟，不能给他们，知道吧？直接抢就完了，一人一单。这样嘛，今天所有拍的我都有个大惊喜给到你们。佳姐，我看到是199多少？都199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有什么券？他们有些在打199。你看什么情况？怎么价目都说199啊？199，我看一下。都199是吧？没事，你们抢到是199还是多少，家人们？199，来，我给你看看这个东西来，家人们。来，没事，姐姐们，199你们就199，先去拍，我给你看一下，看到了吗？这哇，个你们拿回家之后自己看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太牛了，这个。确实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佳琪这个怎么用的？我再给家人们说一下，这个拿回家之后，哪里不得劲直接涂哪里，知道吗？涂上去之后它是那种热热的，碰到水之后呢它是那种辣辣的，但是你会发现很舒服，很得劲。阿姨们、叔叔们都挺需要这个东西的。阿伟，你这样子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给家人们准备一个好东西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是感谢一下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谢谢好佳吗？家琪。人们，没事，来，稍等我一下下，我很快回来。家人们，说实话啊，佳琪对我怎么样，大家一直以来也看在眼里的啊。然后呢，说实话，这件事情也他站出来帮助我啊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他啊。然后今天晚上呢，也是佳琪给了我们牌面啊。我相信他现在刚才我们直接在直播间炸了，他就马上出去打什么电话了。家人们，我相信通过这件事情，我相信他会来好好跟我说话的，知道吧？我现在只想让他低头跟我说话啊！今天晚上支持阿伟也好啊，大家需要这个也好啊，直接一人手一单，给我一人抢一单，好吧，对吧？如果说只靠一个人、两个人是抢不完的，然后人手一单，一人一单给我抢了，不要给他们，我相信他们也在直播间守着，也在抢所以说不要被他们抢走了，咱们赶紧抢，好吧？下方小火车啊，佳杰。也说了，他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礼物咱们直接抢就完了，好吧？下方小黄车来，没有几道了，咱们直接抢就完了，好吧？谁抢到就谁的，不要给他们机会，不要让他们去抢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来直接抢就完了。对，下方小黄车直接抢就完了。来，今天所有在座的阿姨们、叔叔们来看过来，今天所有拍的姐姐们来，
什么都不说了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抢到的姐姐们、阿姨们，来，一单一个，两单直接两个，好不好？行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，佳姐？下方想看一下，我一会打开给你们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就是说啊，今天晚上为了支持二位，然后每个人抢到一单的，佳姐给大家安排一个这个惊喜，好不好？不说了，阿姐，我再跟你说一下，阿伟，你知道这个王姨吗？嗯。这个王姨她给这几个股东的老婆，嗯，每个人准备了一条。这个是吧？知道吗？对，所有今天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拍到的，我通通给你们加进去。而且呢，他们老是拿这个东西去讨好很多人，不知道吗？都懂吧？来，不说了，姐们，下方抓紧手速，赶紧的，我不能讲。今天所有拍的节目我通通给你发，一单一个，两单直接两个，好不好？什么都不讲，来这样子吧，对，不说了，姐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没了吗？没有了，没了，拍完了，是不是鱼被他们抢了，家人们？对，能不能再加一些？来，都抢到了没有，家人们？都抢到了没有？没抢到，姐们来给我扣过一，没抢到给我扣过一。新鲜日期，姐姐们，这都是新鲜日期，你们懂吗？新鲜日期。佳姐他们都好奇你那个惊喜是什么，你给他大家看一下呗。没抢到的扣个一，家人们扣不上来。还没抢到的扣个一。不说其他姐姐们，今天所有直播间阿姨们、姐姐们来，没抢到是吧？帮我抢一单，没有了，再加一些，没有拍到。我也知道很多阿姨们是没有抢到。今天这样子，阿伟。姐也不说其他的，这里看一下有几单没有付的，先报清，有对，我们先一直盯着看，有的就把它给清了。只有6单。就6单吗？对。那这样这样吧，不说了，6单。我把这6单清了，姐们继续拍。我不能一下子清，因为一下子清我怕整惨了，你们懂吗？四川可以啊，姐姐们，你直接点进去就能付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就6单，姐们，你们拍完可能没法去清了，因为它整个都加了那个丝什么蜜的，所以我就很难去清。知道吗？来，3秒钟，3、2、1，上车。上好了。来，下方小黄车上车了，咱们直接去抢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快！不要被他们抢走了，咱们自己，我们自己抢，好吧？不要被他们抢了。来，家人们。上车了。我再跟你说一下。其实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，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，知道吗？来，我后面给您看一下。你们先去拍，姐姐们先去拍，来，还有3单，就3单了，我后面给您看一下，来，拍到的家人们来，每个人都有一单一个，2单直接两个，你们看到这个字了吗？来，我后面给您看一下，来帮我拿一个那个什么东西。大家看好了，家人们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都不说，姐姐们来，不能拿下去了吗？对，我们自己去抢，下方小黄车。能抢两单，抢两单，等一下没有了就是没有了，家人们，没有了，等一下被他们抢走了就没有了，我们自己抢一下，好吧？家人们，什么都不说，看过来。哇！看到了吗？太漂亮了，家人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这一代就是富婆，富婆级别，这确实很好看，家人们，这包装也很高级，确实很好看。这个项链是佳吉给到我们的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佳吉，漂亮，姐们来给我扣波漂亮，好不好看，家人们？你们就说好不好看？好看，打2个字，好看，来，太漂亮了，戴在脖子上，正儿八经的，这个气质都不一样了。今天所有家人拍到的来，一单我给你们准备一个，2单我直接准备2个，好不好？今天不说其他的。跟大家安排这个，一方面借什么卡也搞定了，票什么量也票量也搞定了，正儿八经的好看，家人们。所有直播间的阿姨们、叔叔们，其他我什么都不讲，下方你们进。什么？又没了？又抢完了？你先帮我下了来。抢完了吗？下了。这被他们抢走了。来，那个家人们，你们等我一下啊。等我一下下，几盒6盒，再加一个那个恋恋。来，那个王姨在不在？来，再给我出来一下。他出去了，出去你联系他的人去了。姚宇不会，你们放心啊，你们收到的话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
都是这个，全国统一的。你们，你们那个，王总过来，我佳琪要跟他说事情，你叫王总进来。我想问一下，这王爷真的要确定还要继续下去的吗？还要这么做吗？他现在他很着急，我看出来了。刚才他一直在这里说，你们非要这么搞吗？确定要这么搞吗？怎么的？然后呢，他在到处在联系人，我不知道他联系谁。反正呢，啊，这是真心话。现在这个方案是对的，知道吧？这样子搞，他们也承受不起的，承受不起的。然后没有直接嘛，那8295他是专门针对。佳琪要给你抽两句，你过来。你们你也看到了对吧？你这些货呢，就一天一天的就会结束了，没有了。然后我现在呢，我的陆总啊，这件事情都不要插手了，你交给我来处理好吧？对，然后这个王姨这边的事情的话，你也别掺和了，让我这边来处理。我知道。我现在只有一个目的啊，我刚才也跟你说了，我只有一个目的。就是你们今天确定还要上吗？啊？你们现在确定还要继续上吗？嗯？你什么时候点王姨，什么时候我就不上了，好吧？我就说确定还这么搞是吧？对，要这么搞。OK， 那以后出了什么事情就不要怪我不给你面子了。我佳琪要跟你说两句，你先坐着吧，好吧？你不要急着，事情的我们都可以商量的，但是付下给个台阶下嘛，我也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对吧？来，说呀。王姨啊，其实说实话，我也不想去搞这些啊。但是说实话，是您先挑起的这个矛盾。还有呢，我再给你讲一下，你不要老是跟周总发信息，没用的。我刚刚已经很硬的跟他说了一句，我说让他不要去插手这事，跟他没有关系。你听懂了吗？然后你不要老缠着人家，人家这个点要睡觉了，人家一家子在家呢，你老是给人家发信息，说实话不好，影响不好。听到了吗？对不对嘛？这晚上十点多了，他老给人家发这些。那又怎么了？还有我再跟你说一下，我希望你本分一点好吧，不要总是去做一些无谓的一些事情，对你没有啥好处，你懂吗？我刚刚我为什么把这个五毒液拿出来，我知道你这个东西拿想定它，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，为什么我把好的都往外走，我也知道您这个东西准备拿出去是给到多少的，你打的是一个 W 起是吧？进那个高什么端的，香港这边您谈到的几个，你听明白了，我都帮你断了。你想上，你想弄也弄不了，而且你也没货。你拍了100多个人进来是吧？应该我踢不了多少，应该起码还有将近180个在你的手上。你准备这个拿回去，想干什么？有意思吗？你这么来，你玩这种有意思吗？好玩吗？你们就有意思啊！拿我的高端产品怎么了？金枪大甩卖啊！这是你的呀，你的呀。我没付钱吗？啊、我没给你付钱是吧？那怎么就不是我的了？你才付了1/3，你1/3，你自己给我算一下，你才几百个 W， 几百个 W 有吗？朱姐，你就帮我算一下，他到底是几百个 W？ 好的。我现在让他去算一下，您到底是给了几百个 W？ 你不管我付了多少，你就说我给没给，那是不是我的货？家人们，你们觉得这货是不是他的？来。我问一下直播间所有的阿姨们，咱们直播间几千人吧，几千人能不能作证？啊，来，家人们，你们觉得这货是他的吗？是的，来给我扣波一；不是的，来给我扣波二；不是的，来给我扣波二，让他自己看一下，他还不明白这个事情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是你给了1/3的这个米，给这个我们可以给你，但是货给不了你，货你想要也没有了。你什么时候好好的跟我说话，解决这些事情？我们就哎，对吧？货给你没有关系。你听我说，我以为他付几百个 W， 我看了一下，你加起来才给了166，166个。你觉得你觉得这个能属于你的吗？你就给了166个 W 啊？呀，我以为这网友有多厉害，我以为起码给个几百个，没想到才166个。我也不知道你怎么迷惑这些股东的啊，能把这货给到您的，您确实挺有手段的。挺厉害的，这点我不得不佩服你，我得向您学习。你答应不了的话，这批货你就不要想拿到了，知道吧？这是不可能给你了。不用看着我，
把我的货卖了，你还想让我答应你什么啊？我会想让你答应什么？我想让你走正道，我想让你不要去破坏阿姨。只要你答应了我这批货，我会想办法，我会去跟佳姐那边想办法给到你的。那卖什么意思？怎么给他们退给我？退是退不了了。凭什么？那是我的呀，凭什么不退？退不了，退不了啊！家人们，如果他的人去给你们发信息，叫你们退货什么的，退不了一点啊，退不了。对。家人们来打波正能量，把正能量点起来，来一起把正能量点起来，我们把正能量再冲一冲，能不能冲到300,000？来把正能量点起来。而且我再跟你讲一下，那个王姨啊，说实话，说句好听的，我叫您王姨啊，要不然的话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我叫着出来我都觉得难受，真的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我知道你现在此刻心里你不好受，你在装镇静、镇定。你自己现在联系各你，我问一下香港这边，你应该都联系遍了吧？有几个能真正站在你那边去帮你的？我是不是你联系过人家给我一句话，是不是人家不会回复你信息了？是不是？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还没有继续那个啥。如果说继续的话，人家微都把你拉黑了，你还有可能去联系到吗？就你啊，就你啊，听明白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都没有跟你动真格的，知道吗？我再最后问你一下，你给不给直播间的阿姨们叔叔们道歉？不可能，大姑娘，我已经说很多遍了，大姑娘，你们是不是听不懂啊？啊？来，我再问一下。我再问一下你，那我弟弟这边呢？你是继续打算这样子吗？继续是不是？继续对着干啊，谁怕谁啊？你真以为这是我的全部实力啊？哦，牛，家人们真的厉害！来，所有家人们什么都不说了，刚刚没有抢到来给我扣个一，我看一下，刚刚没有抢到五对的，来把小一给我扣起来，小一给我扣起来，你就看一下王姨啊，我就让你看一看，好吧？来，家人们，没有拍到的把小一给我扣起来，让我看一看，周磊给我冲，不管多少米，把他们能把的全部给我筛出来的全部筛出来，好的，不管是两个 W 还是五个 W， 给我冲进去，帮我筛出来。好的，明白。来，什么都不说，家人们，我什么都不说，我再跟你说一下，我把他上车，你们自己去拍，我就看他嘴有多硬，啥都不讲。家人们，我什么都不讲啊，来，拿过来，家姐，没事。佳姐，你听我说，佳姐，不好意思，听不到。来，那么什么都不讲，说你们确定今天要继续卖我的货吗？继续要把我的货甩出去吗？不还给我？我都说了，等你什么时候，等你什么时候那个了，什么时候我再那个，好吧？阿威，都跟你说了。3秒钟，我直接上这节目，拍到的来，通通加进去，啥也不说。我不想给到他，我不想让他拿出去那个什么，你们都懂我的意思吧？来，3秒钟，我直接上车，3、2、1，上车！下方小黄车直接上车了，家人们，直接给我去抢，一单都不要给被他们抢走了，一单都不要给他们。来，直播间上线多少？马上4000人了，直接给我去抢！来，后面全部给我拦住！快，全部拦住！走着瞧就走着瞧。来呀！知道了吧？你们要继续这么干，我也没办法呀。随时放马过来。好的，好的话都给你们说了。给你们，我给过你机会了，你不周用，知道了吧？来，直接给我去抢，家人们，一刀都不要被他们抢走了，一刀都不要给他们。说了很多遍，别动我的货。已经上车了，家人们，下方小黄车已经上车了。哦，佳姐，佳姐直接。阿伟，你听我说一下，家人们，来。这样子，佳姐已经上车了，下方你们先去拍，到手都几盒？姐姐们，今天姐姐们，你们拍的是不是1199？1199到手都是6盒，加一个这个，而且它最近呢是一个5毒液，拿回家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一家老手都能用的。特别是说你整天躺在床上数星星、数绵羊的，这不得劲那不得劲的，这个给我拿回家自己去用一下。来，还剩下5单，就5单了，没事，塞多少来，塞多少出来都给我塞出来，统统塞出来。我先不讲了，姐姐们，你们先去拍。今天所有拍的姐姐们，我给您看一下。1单1个，2单2个，来，还有3单，还有又去家吗？他又去打电话了，看到了吗？怎么又哪里不得劲，直接涂哪里，知道吗？腰腿小膝小盖。哦，对了，阿美，我问一下直播间家吗？咱直播间有没有家吗？有脚臭的，脚痒的，脚难受的，脚出什么汗汗的，有没有？
如果有的话，听清楚了，你穿鞋的时候，你把它涂在你的脚底，你再去穿鞋，你会发现你一整天怎么跑怎么跳，你的脚也没味道，知道吗？懂吗，家人们？都明白了吧？因为这个东西在外面你也找不到它的，懂吗，家人们？来，什么都不说了，睫毛，摸啊麻摸摸的睫毛都是 OK 的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来，他出去五秒钟，不说其他的。他出去了，出去又这样子了，他又叫他的人进了，家人们，咱们不要被他卡走了，咱们赶紧抢，好吧？今天帮助我阿伟也好，需要这个也好，我相信每一家人都是需要的，一人手一单，给我抢，好吧？不要被他们卡走，好吧？我直接在直播间直接秒了，让他看一下我们的实力，好吧？他看不起我们直播间的每一个人，是楼吹来的怎么的？让他看一下我们的实力，好吧？直接秒了，来。可以用那个什么市民啊，可以用。来，所有家人们，我什么都不讲，因为说实话他说的话很不好听，然后呢他也一直对咱直播间的家人们不客气，对吧？然后我就让他看一看，咱们像不像他说的那样子。说实话我觉得他虽然说长得是还可以啊，家人们，咱不可否认他长得还是可以的，但是说实话他做事太没什么脑了，知道吗？我觉得他大好的青什么村不应该浪费在这里，你们觉得是不是？家人们啊、哦，人手一刀啊、哦，能拍两刀拍两刀，直接拍，好吧，一家人就可以用。哦，王姐，南充王姐可以的，就是说你用这个颈什么椎的，做什么骨的不得劲的，蹲下去起不来，起来蹲不下去的，家人们，这个你们拿回家自己去用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哦，我再给你看一下，姐姐们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来，我先不讲，来这里弹窗，我知道不多了，来。弹窗，我给你看一下吧，我涂在这个位置，看到了吗？亮了，但是我放在这就没了。在这里看一下，因为他穿什么裤特别特别长，跟其他的是不一样的。而且姐姐们，来，我再给你看个好东西，好不好？什么都不说了，来，姐姐们，这个这里我涂了，这里没涂是不是？你看一下，有光没声音，这里来你再听一下，听到了吗，姐姐们？我不能讲这些很多，因为很多话不能讲。看到吗？说实话啊、哦，他递的这批货确实不一般啊、哦。但是呢，我们想一切办法不能给他们，好吧？不管怎么样，不能给他们，好吧？我们人手一刀，直接把他秒了。我相信他会来好好的跟我说话的。明天我现在这样子很难受的，就是很难受的。我经常会这样子，两边这样子滚一滚，这边滚一滚，知道吗？会让我清醒一些，懂吗，家人们？所有直播间的阿姨们、姐姐们，什么都不说，来，我给你们五秒钟时间。佳姐能不能教？来，我教一下你们，教完之后直接下了。来，不说其他的。我看怎么教的。稍等我一下下啊。倒数六盒啊，家人们。对，六盒，家人们。还有一个项链是佳姐给到家人们的。来，姐姐们，在这里有个车车，直接点进来。点进来之后，这有个墙墙勾勾，直接点进去。点进来之后，这有一单两单选择，看到吗？再往下拉，有一个抖爸爸。还有个某宝，还有个某微，选择你里面有米的姐姐们，立即自什么付，收您六位数的小秘密就可以了，知道吗？今天所有拍的姐姐们，来，我再给您看一下，某什么杠杠的，脆什么的，看到了吗？传什么成的，懂吗，家人们？所以咱们直播间所有的阿姨们、姐姐们，今天我什么都不讲了，下方你们拿回家之后自己感受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佳姐也不能讲太多，不能拖太久，好不好？咱五秒钟直接下了，行不行？因为他那边的话一直点击可以的，树叶姐姐，他就专门针对您这些的，有颈什么椎啊，做什么骨啊，不得劲的，就专门是这些，知道吗？来，五秒钟姐姐，我就直接下了，拿回家之后你们好好去用一下，我希望你们用了之后真的是对你们真的有用的。因为我再说一下，谁家不干什么种什么活呀，下什么地呀，走路多的，对吧？经常出现这有问题那有问题的，你随便去个加什么号，你随便挂一个什么号都得多少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希望你们拿回家之后好好去用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五秒钟，因子可以的，它是专门针对您这些的，就你这里有包包的，知道吗？就哪里不得劲就涂在哪里，对吧？对，明天你好姐姐，可以的，知道吗？拿回家之后自己去用一下。今天所有拍的姐姐们，来，我说了，我答佳姐答应你们的，只要你拍到，我统统给你安排，一单一个，两单两个，好吗？来个项链，可以的 ，OK 姐姐，可以的，知道吗？来，人手一单，家人们。不管怎么样，人随他。今天晚上我们
我们能整一下他们就整一下他们，好吧？人手一单拍一单，等一下就没有了。姐姐，一单是六瓶，一。